地狱，你之前说过要对我负责，现在我留下证据了。好了好了啊！我们是不是闯祸了？没事儿，待会儿我给张奶奶做点爱吃的，她就不会难过了。可这也不能改变什么呀。 佳佳也不能回来了，我觉得我们不应该骗她。季玉，佳佳已经死了，这是事实，你没必要把别人的痛苦强加在自己身上，这样很累。可她不是别人，她是我，她是张奶奶。季玉。 可能这样说很冷血，但是你不觉得你在张奶奶身上投射了太多情感吗？你想成为她的家人，你想代替她的痛苦，但这都是你强加给她的，你不能代替她的痛苦。季玉，你不是她，你更不是她的家人。可我就是想有家人，我想我妈能回来爱我，不可以吗？ 季玉，好孩子，不哭，不哭啊！我和时光也会有 CP 粉，可不是嘛？那天 Linda 爆了造星的黑料，就有人开始磕 CP 了。你看，什么年下小狼狗。 救赎落难御姐什么的，所以啊，放心公开，这些都有我给你看着呢。季月，嗯，怎么了？就要回北京了，我们俩可能很长时间都见不到了。你就没有什么纪念品要送给我的吗？纪念品？我没准备啊。哎，不是，回北京之后准备后期，也就一周不见而已。 你准备了？时间来不及了，快去赶飞机！不行，现在必须要做，不然等会儿去机场安检会被没收。啊？剪刀？你放口袋里干嘛？哎，结发为夫妻。 恩爱两不疑，生当复来归，死当长相思。说什么死不死的，赶个飞机而已。季玉，你之前说过要对我负责，现在。 我留下证据了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？我不管，就是说过。你的心里也是这么说的。好了，现在不仅留下证据了，我还要告诉所有人，你……哎呀，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快走吧，时间真要来不及了。